中间掺过屎，但是确实有这种，就是不知道。我不是我的意思说，比如说你现在看下去，不是可以看到一点。它蒸掉了没事，蒸你觉得你觉得蒸掉了对你来说没事，但是蒸。切你！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一定要切。天，对，那你现在是什么？我想做一个好朋友身份，就是很多事情他会找他会跟你分享，他会找你帮忙，这些都是很微妙的。就是在我小时候的话，在我的父亲，他就是一个父亲，他我没有想到说什么事情他可以帮助我什么，除了说经济上的，其他你很难想到说父亲这个可以帮我，那可以帮我。但现在不一样，我跟孩子就是也在实践一种新的关系。还有就是我们家庭就明显的感觉比以前气氛好，比更加幸福，大家都开心。你妹子的东西你不要把它甩下来哟、哦。别拍到我的相机。就是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作为一个我的伴侣对我有什么用？但是现在我会觉得他很有用，这是一个区别。就是以前我会在想，他又不帮我带小孩，然后他也没有就是给我带来什么样，比如说很好的陪伴啊什么的。但现在因为他有一直在带小孩，然后他又在家里面，就是我会觉得他这个人很有用。先收，不然太长了会危险。收，预备，怎么样？啊！哎呀，我捏不到。有没有？我这样做的。你好，够不够？不够啊！你想选？选一个。你想选吗？来吧。好了吗？